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领导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快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《玩具熊的不要后宫战争》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四个人当中，即将要选出谁才是最强的恐怖玩具，准备好吗？等等，准备好了。先把箱子里面的那个道具给他开一下。我居然开出来了弗莱迪！啊！我开出的邦尼。来，狗蛋，狗蛋，狗蛋，咱们两个先来打一架，先来打一架，打一架，打一架。等一下吧，我还有七秒钟那个时间，冷却。然后他不是，然后他跟着你的呀，这个。对啊，没啦。好，怎么好？你先放出来，先放出来。嗯。先放出来，好，出来吧，弗莱迪，打我一下。顾顿，让他们俩打起来。OK。打起来了。开玩笑，弗莱迪可是很强的，好吧？你那个邦迪。老是掉。你那个邦迪是一个那个弹吉他的一个兔子吧，好像，哼，兔子死了，垃圾，干啥？跑跑！居然敢挑战我的邦迪？对呀、啊。其实这张地图，那个咱们不仅可以玩那个对战模式，当然也可以那个啊、玩那个大乱斗模式。这边的话还有那个什么单机模式，单机模式的话可以挑战那个各种各样的。哎，哪去了？单机房间呢？我在这边。这里的话，咱们可以挑战玩具熊里面的看一下有哪些，分别是奇卡、邦尼、弗莱迪，还有这个什么霍斯、奇卡，还有这个邦尼、弗莱迪，是几种？当然，这边还有一个大 boss， 黄金弗莱迪，我要挑战他。是吧？我在旁边看着。上吧，干掉他。怎么感觉这个弗莱迪他这没有啥好吗？分分钟被打死的感觉啊！我一下就被他打死了，直接被他没有啥了。哎，他这掉了那个经验，这经验的话可以找那个找那个保安，找保安兑换那个更强的玩具熊，欢熊需要十个。哎，这上面好像有个箱子，我有个开关。这里开关吗？后台这里有个后台。先来挑战这些玩具熊。嗯，好。我谁放了这么多出来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玩具熊还有那个还有冷却时间，直接来场大乱斗。哎，怎么就打我了？不知道。哎，他们可能比较针对你。对，我的天哪，他们把这些全都放出来了。出来吧，弗莱迪，谁打我？打他，开个护盾。打不着。黄金弗莱迪好像他的攻击方式好像伸出手要掐你的样子。是的。邦迪的话他是那个甩那个吉他。捡地上掉的那个碎片。好，你碎片有多少个？零个，没捡到，我都没赢过一次。好 ，OK， 这个班你要狗了。哎，我的弗莱迪狗了。给你一个经验碎片，哥哥。我还差四个，再攒四个。小鸭子是什么？哎，我抢掉了。我怎么死了？哎，怎么死了？好，出来打他，又抢掉了。打他，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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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的经验球全都被我抢掉了，还差两个。
给你，我这里还有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把这个奇卡，把这奇卡干，奇卡干掉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是的。还有5分钟，哎，我攒齐了。保安呢？保安哪去了？保安被他们打死了？不会吧？我去，这怎么玩？有没有商城可以买保安的？没有，呵呵呵。还能这样玩的？保安直接被他们打死了。真的是，我的天哪！惊讶级，哇，错的角色。我说嘎，玩具熊帮你，玩具熊弗莱迪，两个帮你，我把这全都全都放出来，放出来，来让他们挑战一下这个黄金弗莱迪。好逗，看能不能把他给打死。哇，这个黄金弗莱迪，我打死了，被我打死了。我看能不能抽到黄，哇，霍斯，霍斯也很厉害的，好强，这霍斯好强，你们谁？对啊，他上面写的是那个，霍斯是写的不建议新手来打他。谁还敢惹我？来啊！算了，我要回家了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弗莱迪是我的，这个也是我的，还有这个，把它消灭。哇，直接秒杀！嘿，这边又有经验了，又有3个了，我又可以抽一个二代的角色，玩具熊邦尼。哇，怎么老是抽出邦尼啊？不知道耶。想跑哪里跑？哎呦，林姐同学，奇卡都打他们去，打，用力打。哎呦，我看你们的护盾持续多久，顶多就是持续10秒钟。但是没事呀。哎呦，我怎么又搞了？来吧，咱们要不先结束这一期了吧？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